那这是埃特问界的第二款车呀，叫 M7 啊，相比于上一款 M5 呢，尺寸会更大一点，车身呢会稍微高一点，那车长呢比 M5 也会稍微长一些，定位呢是家庭的一个用车，因为它的座位呢会变成了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那因为这台呢是埃特的第二款车，所以说它还是延续了 M5的上面的很多的设计语言，但是呢相比 M5呢也会有一些变化。那首先呢能看到这有一个贯穿的日间行车灯，这是和 M5 最大的一个区别。那其次在贯穿日间行车灯中间呢还有一个 Eito 的这个 logo 也是可以点亮的。你在解锁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从中间往两边扩散的这样一个动效，还是非常好看的。那你在锁车的时候呢，也会从两边向中间去收起来，所以这个仪式感呢还是挺强的。那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在车头上加入一个贯穿式的行车灯，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你从远处看，可能辨识度就没有那么高。那所以说 Eito 在中间加入了可以点亮的这个 logo 呢，在晚上离远了看起来会更加有辨识度一些。那么在前脸上还有一个跟问界 M5 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原来 M5 上面这个雾灯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可以点亮的日间行车灯。现在在 M7 上呢，它是取消了这个日间行车灯，换成了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进风口。那这次问界 M7 的配色呢有六个配色，那我这台呢是属于灰色的配色。在今天这个下雨天呢，这个阴天的情况下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这一次问界 M7 据说主打的配色呢是一个金色的配色，也是于总比较喜欢的一个配色。在发布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宣传图的时候，可能大家能看到一个金色，今天可惜是没有金色的。所以说大家喜欢哪个颜色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一下。那在配置方面呢，这次问界 M7 的顶配还有这个电吸门的一个设计啊，但是我们这台呢不是一个顶配的，所以这个车门呢还是正常的一个车门啊，顶配电吸门的话呢高级感会更强一些。我们来到尾部来看一看这个后面的这个设计吧，还是能看到这个有贯穿式的这个尾灯啊。这次后备箱的开口呢不太一样，之前问界 M5 呢是在这个后面的雨刷的这个底部，现在这一次问界 M7 呢还是换到了这个车牌的上面的这个位置。好，电动尾门可以直接开启。 那因为这个车它是一个六座的设计嘛，所以说这个后备箱的这个尺寸呢，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如果说你需要装更多东西的话呢，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把这个座椅呢给放倒啊，这样的话后面就可以装很多东西了。放倒以后啊，这个波动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平时如果说外出的时候需要坐很多人的话，你再把它打开。 但是这样的话呢，因为整个车的车长在这摆着，所以说这个内部的尺寸呢，包括后备箱的尺寸呢，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那打开这个后备箱之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能看到它后面的这个尾灯啊，两边的尾灯和整个这个掀起来的这个盖儿呢是一体的。好，那这个电动尾门可以一键去关闭啊。对了，后备箱里面呢，首先两边有灯了，还有这个挂钩。 其次呢，这边还有一个220伏最高功率是150瓦的这样一个国标的插头，还有12伏的这个点烟器啊，最高120瓦的这个功率。那这次主打的用车场景是一个家庭场景，所以说空间和这个舒适度呢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现在上车呢，先不去这个主驾驶，我们先来到后排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空间啊，还有这个座椅。那首先这个上来以后呢，这个座椅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设计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两个按键啊，可以一键躺平和一键收起。比如说我按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按键，首先前排的这个座椅呢会直接往前面去这个移动，然后我的这个腿托呢会托起来，然后完事之后，这个座椅会往中间会收一部分，然后呢再进行躺平的这样一个模式。那这个呢？ 华为称之为是零重力的座椅，因为在人体这有一定的坡度的情况下，有一定角度的情况下呢，这个重力分布呢是更加均匀的，所以现在这个感觉确实还是挺舒服的。这时候如果说你想恢复到座椅的这个状态，按一下，哎，这个座椅就会自动的全部都是电动调节的啊，恢复到这个默认的这个状态。现在这个座椅呢，不仅可以前后调整，还可以左右调整啊，确实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后排关门以后呢。 这个两边的手呢都有这个撑托，比如这边，这个现在太低了，对吧？往上抬一点，它就卡住了。然后这边也可以，就把胳膊放在两边，这样的话坐起来会比较舒服。那如果我们再想躺一点的话，手动也可以把这个座椅稍微往后靠一靠，或者直接把它调成零重力座椅的这个模式，也是比较舒服的。所以这样的话，我感觉坐后排肯定是比坐前排要更舒服。 好，那对于六座的车呢，更重要的是这个第三排的空间啊，坐起来会不会很压抑？这个腿部空间会不会很紧凑？然后我现在先把这个主驾驶后排的，因为前面这个座椅是我调好的一个座椅，我先把后面的这个座椅调整到一个这个不是特别紧凑，也不是特别宽裕的一个状态哈，因为你毕竟要给第三排留空间嘛。然后我们现在去到第三排来看一看。
那第三排的这个座椅呢，现在大家看我这个姿势是不是很难受，是吧？小板凳的感觉，是因为后面的这个座椅靠背呢是可以有几档调节的，现在调节的是最靠前的一个状态，是为了给后备箱啊装一些行李用的一个状态。那正常我们要坐人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往后啊推一下，或者说把它降到最靠后的这个状态啊，这样坐起来就比较舒服了。那唯一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全景的天窗呢啊只到了第二排的这个座椅这个靠背这个地方，然后往后面呢就没有这个天窗的这个享受的这个面积了啊。但是好在呢两侧的这个窗口进光量呢还是可以的。那问界 M7 呢毕竟是主打家用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所以说它原配的还有一个啊这个靠垫啊，这是一个跟座椅同色的一个设计啊。整个内饰的这个设计呢和 M5 还是一样的啊，这个方向这个鸿蒙的这个智能座舱，桌面呢也是用这个可以更换壁纸的这样一个风格啊，这个切换的速度呢也是一样啊，都是非常的流畅，包括打开软件呢啊，或者说打开设置，这都是非常非常流畅的。上一次之前我们那个问界 M5 已经给大家去演示过了。好，那我们重点呢找一找和 M5 不太一样的地方。那首先呢这个无线充电，哎，从问界 M5 的一个呢升级到了两个啊，这样的话主驾驶和副驾驶都可以进行快速的无线充电了。这个呢最高功率官方说是最高可以支持40瓦的无线充电，但是我刚才放上去试了一下啊，最高呢可以触发50瓦的无线充电啊，那可能是它的无线充电的功率呢比较高，但是官方的保守呢是40瓦，但其实它可以推到更高的这个功率。同时放上去的话呢，两台手机都可以触发这个高速的无线充电。那因为快速无线充电的时候呢，这个手机的发热肯定是稍微比较大一些的，所以底下呢两边都有这个散热孔，可以保证我们充电的时候这个手机呢发热不是那么的严重。这前排呢还有两个 Type-C 的充电口，最高呢可以推到66瓦的这个有线的充电的功率，包括后排呢也是66瓦的这个有线充电功率。这和问界 M5呢也都是一样的。好，那这边呢还看到一个这个水晶的挡把，哇，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啊，但是现在不太确定的就是这个水晶挡把是不是每个配置都有啊，是不是标配，还是说顶配只有啊，这个信息可能需要等到发布会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好，那这边还有一个跟问界 M5 的升级呢，就是这边杯架的这个地方的开口呢，原来问界 M5 呢是往这边开的，现在升级到了往这个左边开，并且呢还可以隐藏到这个底下，这样的话呢你放两瓶水对吧，这个主驾驶副驾驶都会很方便的去把它拿起来。好，那变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导台下面的这个开孔呢，这底下呢还有一部分下沉的空间，然后两边呢也要有一个挡板，所以你放在里面的东西的话呢，在你开车的时候或者颠簸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会掉出来。这边呢还有一个区别是有一个小的收纳盒，哎，这里面放的是两个这个酒精棉。那平时呢比如说我们高速的卡呀，或者说一些零钱呢可以放在，现在谁还带零钱啊，反正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就可以放在这个小盒里面啊，也是比较方便的。好，那么在软件和交互方面呢，其实华为还有很多这个好用的功能还没有推送啊。那这一次在问界 M7 发布的时候呢，应该会介绍到一些新的功能，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因为这个版本不是最终的版本。比如说有一个啊，上一次跟于总一块拍视频的时候呢也讲到过一个功能，就是手机和车机之间的这个超级桌面。就我们推送一个大的版本，就是下一个版本就是这样，就是把手机一进了车里以后，手机里所有的应用可以在车里你可以手机，它有一个手机的标志，那个版本还没发布呢，就直接就可以对手机，对手机相当于一个手机的屏幕也是竖屏的竖屏横屏的横屏的可以。到时候适配完了之后呢，会在这个应用的列表的这个板块当中呢，会再多出来一个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就是超级桌面，在你手机上车以后啊，会自动把你手机里面的软件直接映射到这个车上面去，然后就可以通过车机的屏幕呢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任何的软件，比如游戏啊、音乐啊、视频啊，任何的软件都可以在上面去打开啊。不太确定这次发布会的时候呢会不会讲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是华为接下来在车机系统当中呢会把它推送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么在软件和交互方面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呢，是这个智能寻车的功能。比如说你在进到停车场以后呢，车辆可以记录你停车的位置，因为整个车周围都有很多这个摄像头嘛，它可以通过这个摄像头这个 OCR 的识别，把这个地上的这个文字呢识别成一个数字来去推送到你的手机上去。那楼层呢，它是可以通过车辆进入到停车场以后，你是下坡了几次或者说上坡了几次，它就可以记录这个次数嘛。你下坡一次呢，你肯定停了负一楼；下坡两次可能是负二楼。这样的话呢，就告诉你，比如说负二楼的这个 B 区B306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你这样从商场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找到你停车的这个位置了。当然了，具体的细节呢，我们现在没办法体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于总在发布会上讲的时候的那个场景。